Standard Chinese, a modular approach. Biographic Information Module, Unit 5, Production Tape 2. Before starting Exercise 1, read the instructions in your workbook for this unit. Repeat the new vocabulary for this exercise. Here's the word for last year. 去年 Here's the word for this year. 今年 And here's the word for next year. 明年 Exercise 1. 唐绍文他是1972年来的是去年走的 吴镇汉呢? 他是1974年来的 是今年走的 宋宝兰呢? 他是去年来的 1979年走 江世民呢? 他今年来 1981年走 杨秀凤呢? 他是1973年来的 明年走 胡慧然呢? 他今年来 明年走 苏美玲呢? 他是1972年来的 今年走的 毛冰莹呢? 他是1975年来的 去年走的 Before going on to exercise 2, read the instructions in your workbook. Repeat the new vocabulary for this exercise. Here's the word for last month. 上个月 Here's the word for this month. 这个月 这个月 And here's the word for next month. 下个月
下个月。Exercise 2. 赵一芳。他是一月来的，四月走的。蔡世英呢？他是三月来的，这个月走。刘德芬呢？他是二月来的，是上个月走的。梁达礼呢？他这个月来，九月走。毛德贤呢？他是四月来的，十一月走。周之远呢？他是这个月来的，八月走。马婉如呢？他下个月来，十月走。郭自强呢？他是二月来的，这个月走。Before going on to exercise 3, read the instructions. Exercise 3. 孙振汉是星期几到的？他是星期六到的。他是星期几走的？他是昨天走的。毛敏珍是几号到的？他是前天到的。他几号走？他二十八号走。白慧然是几号到的？他是二十号到的。他哪天走？他明天走。史国权是几号到的？他还没到。他几号到？他今天到。他几号走？他二十七号走。
高兵营已经到了吗？他已经到了。他是星期几到的？他是今天到的。他星期几走？他星期天走。姜世英也到了吗？他也到了。他是几号到的？他是十八号到的。他走了吗？他已经走了。他是几号走的？他是二十一号走的。欧阳城是星期几到的？他是前天到的。他星期几走？他星期二走。罗德贤是哪天到的？他是前天到的。他哪天走？他后天走。包美玲星期几到？他明天到。他星期几走？他星期天走。Before going on to exercise 4, read the instructions in your workbook. Exercise 4. 孙瑞明。他是在山西生的。他是1935年5月6号生的。王美荣呢？他是在河南生的。他是1934年9月28号生的。张浩仁呢？他是在河北生的。他是1941年11月7号生的。何光华呢？
他是在山东生的。他是1920年7月1号生的。朱秀梅呢？他是在福建生的。他是1953年8月19号生的。Before going on to exercise 5, read the instructions. Exercise 5. 第一，你多大了？我35了。你太太多大了？他29了。你父母都多大年纪了？我父亲不在了，母亲56了。你有孩子吗？有。有几个孩子？有三个孩子。是男孩子是女孩子？是男孩子是女孩子？有两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男孩子都几岁了？一个八岁了，一个三岁了。女孩子几岁了？五岁了。你有兄弟姐妹吗？没有。第二，你多大了？我22了。你父母都多大年纪了？我父亲52了，我母亲49了。你有兄弟姐妹吗？就有一个弟弟。你弟弟多大了？他19了。第三，你多大了？我35了。你父母都多大年纪了？我父亲68了。
我母亲不在了。你太太多大了？她34了。你有兄弟姐妹吗？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跟一个妹妹。都多大了？哥哥39了，姐姐37了，妹妹31了。第四，你父母都多大年纪了？我父亲70了，我母亲65了。你先生多大岁数了？他44了。你们有孩子吗？就有一个男孩子。他多大了？他21了。他结婚了吗？他还没结婚。你有兄弟姐妹吗？没有。This is the end of the tape. End of Biographic Information Module, Unit 5, Production Tape 2. Unit 5, Production Tape 2. Unit 5, Production Tape 2. Unit 5.